少哥呢，你会帮忙挡酒吗？喝完以后我就把他带回家了，他安抚一下我们再离开。小乐只不过是刹车扶了女生一下就被你说成下流，你还把酒醉不醒女生带回家。你真的要把人家安全送回家是真的没错，因为这个局哈，你如果留得好的话以后再见面机会是高的。对不对？一定得在一起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，小姐不惜地。